接下去我们要介绍的是这篇文章《孝是良药》里面的一些句型的运用。第一个句型是很重要的，就是帮助某人做什么事情 ，help 后面常常会接原形动词。第二个也是很重要，而且呢，它的后面所接的情况有不同。make 是使得，使得某人某物怎样。如果是主动，那我们就要用原形动词；如果是说明状态，就要用形容词；说明被动，就要用过去分词。像这个是非常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些句型来把这两题给它翻译完成。第一题，这个止痛药，主词在这边，使得是动词。使得谁呻吟不已的病人，这就是受词。那这个病人如何，这叫受词补语，感到舒服多了，感到没有那么痛了。所以这个可以用 help， 也可以用 make。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句子给它完成吧。止痛药英文的写法是 the painPain 是痛苦，把痛苦杀掉就叫 pain killer。 pain killer 就是杀痛苦的那个东西，那个药物就叫止痛药。主词写完了，我们再来写动词 help， 帮助。这个地方用帮助会比较好，因为止痛药的帮助嘛，所以呢，这个病人就感到舒服多了，不会再呻吟不已了。呻吟不已，这个是现在分词 groaning， groaning 就是形容词，正在呻吟，正在哀嚎惨叫的，英文就叫 groaning。 帮助这个呻吟不已的病人，这个就是受词，我们英文就有限定，既然有限定就要加定冠词的 groan， groaning。 好，病人G-R-O、啊、打错了。病人我们用 patient， P-A-T-I-E-N-T， 这个是受词，加去我们用的是受词补语，感到舒服多了。刚刚讲过 help 后面要加原形动词，这个病人感到舒服多了是主动，所以用原形 feel much better。 好，第二个感到舒服多的就是没有那么痛了，所以第二个写法我们还可以用 feel less pain， 这就是课文里面出现的一个表达方式。这是第一题的一个结构运用。我们接着看第二题，农药的过度使用，如啊，这是举例了，主词在农药的过度使用，动词在哪里，使得，使得什么，土壤，土壤就受词，土壤怎样受污染就叫受词补语，因为受污染是讲土壤，受词，受词补语，这就是基本的结构分析五大句型。现在我们看主词几乎都是用名词，所以农药的过度使用，我们英文的写法抽象的我们要交叉翻译，主词是过度使用，我们的写法是用 the overuse， overuse 就是过度使用。好，再来加片语，什么的过度使用啊， of chemicals， chemical 我们就是化学药物，就是农药。后面举一个例子的，好， such as， 比如说除草剂 herb， herb 是草，side 是沙，沙草的，的 herbicide， herbicide 就是沙草的那些药物，就叫除草剂。所以现在 such as herb， 这个因为我们读音需要，所以在这边这样子就念一个音 herbicide， 念 herbicide 也可以，但是复数 CIDE 可以加 S， 因为它种类很多。加句
主词已经写完了，在这边的 overuse 这单数下去要写的是动词，在这边使得我们可以用 make， 单数要加 s。 好了，受词呢使得什么土壤， make the soil 使得这个土壤如何受到污染的，土壤是被污染的，所以我们要用过去分词 polluted。 还有一个写法就是 contaminated。假如你要讲说，哎呀，土壤受严重的污染，那这个时候你就还可以加一个副词，所以这个土壤加一个副词在前面 seriously polluted 或者是 seriously contaminated， 这样就更完整了。这是第一部分的，我们继续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两个动词，连续两个动词要用 and 连接，那两个都要做。如果是 all 表示两个做一个，选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要三大子句的综合运用。三大子句我们有名词子句放在动词的后面，形容词子句也就是关系子句是放在名词的后面，副词子句可以从连接词看出来，副词子句可以放在最前面也可以放在最后面，这个是基本的观念。现在我们从这边来做分析。感到不舒服时，请问，因为这里有动作感到，老师在做翻译的时候常常都会很谨慎，你有一个动作有动词出来一定有一个主词，那你就要了解这个主词是谁，免得翻译的时候翻得不贴切了，或者是翻错了。感到不舒服时就是指你，就是当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尽快去看医生，并且要按时服药，所以呢这两个都要同时都要去做的，因此我们要用 and 来衔接是比较正确的。这样我们就把答案给大家写下去吧。第一个，感到不舒服就是当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When 主词给它补上去 ，When you 这个感到不舒服，英文的写法是 Don't feel well。这个 well 就是指健康的情况 ，Don't feel well 就是我感到健康怪怪的、不太舒服的意思。英文就是这样。讲健康的那个舒服，我们不要用 comfortable， 那个比较不好。好，用这个 Don't feel well， 这是比较好的翻译。When you don't feel well， 后面句子，这是主要子句，这边是表时间的副词子句。你要 you 要就是应该要 should 看医生 ，go to see a doctor 去看医生，怎样去看？尽快的要去看，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写法。尽快这是指时间，不是讲速度。不是说看医生你要跑马拉松一样跑快一点去看，不是，时间要尽早不要拖。所以这个讲时间的尽早，我们用 as soon as possible，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并且要按时服药 and take 服药，英文是 take medicine， D-I-C-I-N-E， 按时我们英文的写法是用 regularly， 这是副词。 regularly 就是很有规律的啊，饭后就要吃，饭前要吃等等。所以这个按时服药，英文的写法就是 regularly， 这样就对了。好，这是第一题的。第二题，微笑如阳光，这是一个句子。如什么一样，英文的写法就是 is like， 带给别人温暖，哎，又是一个句子。那我们应该要常常面带微笑，又是一个句子。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句子完全没有连接词？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特征。英文呢一定要按照内容补连接词，补连接词。好，我们现在先从第一个开始，微笑
微笑是可数，所以我们可以用 smiles。 are like 就像什么一样， are like 阳光是 sunshine。 好， sunshine。 你如果要用单数就要用 a smile is like， 没有关系。好，接下去我们逗点。带给别人温暖是指什么？就是指微笑嘛。那也可以讲阳光，因为这两个字一样，好，很相似。所以我们要写子句，那你就要用连接词要补上去。现在我们就用句子的方式来写吧。 Smiles are like sunshine， 好，不能只有讲说哦，他们可以带给 and， 要加一个 and 出来。好， and they can bring ing 别人 others warm。 我们换过来写，就是先带温暖 bring warm w-a-r-m-t-h warms to others， 这个写法比较好，就是带温暖给别人。好，你看这个句子我们就补上了一个连接词，那么主词也补进去了，对，就是代替什么 smile， 微笑就像阳光一样。好，那么并且微笑可以带给别人温暖，这些都我们要补上去的。那后半段再看，因此这边应该有一个因此，我们应常常的面带微笑，所以后半段因此我们可以用分号，因为那个因此是用 therefore 前面常常是接分号的，这个分号就代表一个连接词的作用，所以我们后面就不要再加连接词的。这个 therefore 是副词，因此谁，我们 we should 面带微笑，我们可以用这样子 we should keep 保持微笑，英文用 keep smiling， 在哪里啊？On the face， 好，在脸上保持微笑。常常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棒的写法，就是 as often as we can。 OK， as often as we can 就是我们能保持微笑的次数越多越好，就尽量保持多一点微笑的这个笑容。像这种翻译都要适当的按照内容，如果是不足，我们就要添加进去。好，这是有关于三大子句，我们要懂得去补上连接词，这个运用是很重要的。好啦，这就是《校事良药》里面我们抓出来的句型做分析跟讲解。